加拿大东森美洲焦点新闻，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淡江大学世界校友会又来了，而今年的双年会呢，将会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。那加州校友会率先响应，将纠团来参加，还向全球30万的淡江校友广发邀请。双年会规划了丰富又好玩的行程，欢迎校友们都可以共襄盛举，踊跃报名参加。事业的团聚是在8月24号，在加拿大温哥华。 国际会议中心，一连串的这个活动有包括校友的这个企业的联谊讲座，还有这个双年会在这个会展中心双年会，同时呢还有我们这个洛基山脉的一个旅游，希望能够透过这次联谊呢，能够发挥我们那个校友会的一个凝聚的力量。 我们下半年有一些活动，那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准备这个歌唱比赛、卡拉 OK 比赛。之后呢，我们今年的年会是在12月6号在 St. Gilbert Hilton， 那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参加。 大学在南加州校友人数大约有800到1000人，每年都会举办各种的活动来交流联谊。而这第一届的世界校友双年会，2006年的时候就是在洛杉矶诞生的，目前已经是举办了4次，地点包括上海、台北、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，这各地的校友反应都是非常的热烈。也希望今年大家可以相约在温哥华快乐重逢。这报名还有活动相关的资讯，您都可以上网来做查询。